吴公公，娘娘，您今天身上怎么这是什么味儿呀？上好的老陈醋，我喝了半缸。不是，您喝这么多干什么呀？这是一个不会吃醋的愚钝女人的自发，我带着十二分诚意来找皇上负荆请罪了。嗯，你还能进步，娘娘，那就赶紧吧。 娘娘，注意态度。越来越有出息。我知道错了，我不该提甄士爽。 也不该说你心眼多的。我都道歉了，你还在怪我呀？朕怎么会怪你呢？用情深的那一方总是卑微的嘛。你在说什么呀？ 我说，你怎么会那么迟钝呢？你难道看不出来朕是对你用心的吗？朕喜欢你，所以才想亲近你，才想看你吃醋，才想吃你的醋。哦，这句话代表什么？这个哦又是几个意思？哎呀，有些话没必要说的这么明白，心心相惜就行了。不行，朕一定要说清楚，表明白。 因为这是朕第一次对一个女孩子表明心意。不忙，朕还有很多第一次呢，你要吗？比如呢？我们在一起发生的所有事，不都是第一次吗？第一次约会，第一次远行。 甚至第一次一起看星星，还有第一次为人父母，只要我们在一起，所有的开始都是第一次。你愿意成为我真正的妃子吗？愿意的。 皇上，你这给小软一个机会嘛，好不好？好不好？哎，蒙妃驾到了，萌萌萌萌，来来来，干什么啊？蒙妃啊，就是朕所喜欢的对象，她的个性也为她碧波荡漾了。我才不相信呢，她跟其他的嫔妃一样，肯定是我皇上用来敷衍我的。哈，还真没应付你。<笑>你就别不撞南墙不回头了，你也看到了。 不论是样貌或性格，萌妃啊都是朕所需的那一款，就别再妄自推论朕没有知心倾心的对象。如在纠缠朕，哼，萌萌就不开心了；若萌萌不开心，朕自然就不开心了。我是不会相信的。哦，嗯，还要再看下去吗？嗯，皇上，小软突然想起来，小软还有一些事。 小软先行告退了。路上小心啊！<笑>拜托，这是在外面，注意点影响好不好？哎，没事没事，朕跟自己的女人亲热，还管什么影不影响的呢？你不要闹了，万一被别人看见怎么办？<笑>看见就看见，嗯哼。婉婉，别追了。 咱们的事，迟早要被人知道的。我明白，可是婉婉还没有做好准备，怕伤了她。当朕转了三圈之后就睡着。
随便出来透透气，就被当成猴子一样围观，太烦人了。皇上，啊，都免礼了。谢皇上。您，王妃，过来。不要吧，皇上。哎，你呀，怎么回事啊？你看看。 你看看你穿的跟和仙人掌似的，你们衣服穿吗？没衣服，朕多给你做几件带花的。哎，那什么，皇上，你有没有见到今天曲嫔有什么不一样啊？曲嫔，你这是怎么了？你怎么瘦成这样啊？是不是变了？确实瘦了许多，怎么了吗？回皇上，臣妾觉得轻简一点会比较出众。 轻简一点怎么会出众呢？胖点好，吃胖点可爱。你拽朕做什么？朕说错什么了吗？吃胖点确实可爱，没说错吧？皇上怎么会说错呢？皇上是天生慧眼，皇上的话最权威了。曲嫔，你瘦了之后显得特别没福气。是呀，我们芳华宫的人审美都不太好呢。 谢谢皇上。要不多拿点。哎，婉婉，哎，去哪儿？才刚在一起，你就一直避不见面，发生什么事？这什么战术？哎呀，这是啊，就是他呢。你们都退下吧，朕有点事要跟萌妃谈谈。 臣妾告退，真受不了。这有什么好的？都怪你！哇，这么大力哦！我刚把他哄好了，你现在这样，他又伤心了。朕说错什么了吗？胖点确实好看呢，吃胖点好嘛。倒是你这么瘦，也吃胖一点，胖点好抱啊。 皇上，你快看，萌妃她这是要杀了我呀！这怎么回事？哎，你不许扶她！我是不是有什么误会？发生什么事了？她在后宫兴风作浪，不仅挑拨离间，还想把嫔妃们都变丑，把后宫弄得翻天覆地的。我去问她，她还不承认。我没有，皇上，你这是栽赃，是嫁祸。啊，好好。 臣知道，苏然，你先回太后那边去休息休息吧。你怎么放他走了？我是想让你放他出宫去。你要是敢留下他，我就怎么样？回娘家是吗？我就知道你想着他。哎呀，忙嘛，没这回事。 母后留在她宫中小住几天，我若赶她走，母后会不开心的。难道犯的错呢？一点惩罚都没有吗？哎，萌萌，你听我说。我不听，惩罚她太后会不高兴吗？我懂。哎，萌萌，没撞破你的好事儿吧？听说苏姑娘每日都来，渐渐的可勤了。哎，她只是受母后之托，送点东西来。 今日送的是马蹄糕，你要不要尝一点？这肯定是他亲手做的，我哪好意思吃啊？皇上爱吃就多吃点吧。朕不爱吃他送的，太甜了。朕爱吃你这种酸酸甜甜的。嗯。
倒是你，每次来说几句话就走了，办点事情，你又说没时间，到底有什么比朕还要信你的？哎呀，好了好了，别闹了，我过来是有正经事儿跟你说的。你也会有正经事？当然了，因为你爱吃上次的爵位鸡，现在后宫的嫔妃们都在养鸡，弄得一片混乱，这怎么办啊？ 养鸡就养鸡呗，嫔妃们有这种嗜好，挺好的，你说是不？要不要咱们也养一只啊？